早啊！哦，好早好早，都吃中餐。这么早就在录了吗？对，因为我肚子饿了。你们的名字是什么？千，你的名字？对，阿千面线。啊、对，阿千面线。对。那我今天要你再买这个啊？这个照相机啊？啊，已经有，已经有。以前对对，现在要专业的了。对对对对，啊，练习练习，你以后回去的时候啊，对，比较那个纪录片的感觉。小小的相机是好的，方便的，但是没有那么好的效果。哦、那我要四神汤跟油饭。好，四神汤跟油饭哦。对。照到，不好看的要塞掉、哦。好了好了，不好看的要弄掉、哦。好。好，就等一下啊！你要再油。你这公家先包好伊。公车先好哩吼，公车先给他。啊好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再油封多少呀？我被刷了。你刷了。你刷好。啊。米索是什么？对，米索是面线的意思吗？啊，就是面线。啊，米索。不是日本人啊，来咧正在读册啦。哎，即马咧有翕相啊。哦。伊手机也嘛有呢，伊即马翕个手机也拢有呢。是哦。你啊，手机个存留拢有啊。我叫翕啦，歹看爱删掉啊！来翕两摆啊！即摆手机啊就是安尼啊。即摆你就是，就我是我担。袂晓。袂晓。啊！即摆用完，甲你翕，爱一规段连伊落去。哦。规个专门咧共搞，规个拢安尼。对啊，我这样看一下。哇，对，看起来好好吃哎、嗯。然后你好再放料啊，这个是什么？萝卜。再放酱料。对。对，再做甜酱。对。哇。每一个动作哦。香菜。好看啊，哦、嗯，香菜。对，香菜。对，就让我拿着啊！哦，你能给我照漂亮一点？嗯，我笑一下吗？嗯，好，这样嘛吼，会不会挡住啊？好，有 ，OK 啊！不要这么近，远一点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 ，OK。好，这样好吗？好，好，这样好啊！我端着哈，谢谢。就不行哦，这样拍照，远一点吧，远一点。好，一二三。一定在讲话不好看，你们一起。不是我在讲话不好看。啊，谢谢。好，你们是几年那个生意？啊，生意几年？四十几年了。没有啦，三十五六年。好，35、36年やってるそうです。很好吃哎。我常常来哦，以后也常常来。可是你已经报了那么多次了啦，对啦。然后很多人说看起来好好吃，很好吃的。可是你已经报那么多次了。谢谢，因为很好吃哎，要不然我不来。对，我每个礼拜想吃的。我就是年轻的啊。啊，年轻人也来吗？对，真的。谢谢，谢谢。Yeah. 不好看的话删掉、哦、好了男生比较多吗、啊、男生女生的比例怎么样差不多一样女生也有
当地。当地。当地有小吃。对，当地小吃。台湾有当地小吃。对，然后那个是刚好吃的。对对对。我照相不好看，所以我都不爱照。特别喜欢里面的四鲜汤。日本人爱吃这个米嘛？这个米是什么？冻的。现在到所有都听得懂吗？懂，来台湾几年？大学。现在第二代在做。现在啊，你的啊 ，OK， 第二代，我也20年、30年后也想，不错哎。你们也很多店都是一年多、两年多，都是真的新开的。正大都是几年多了，没有那么久啊。要房子，房子不要租啊。啊。啊，这样子。你租的，人家就要生意好，人家要给你钱钱钱。房屋税就很贵啊。啊，对。然后都是饮料店啊。对啊。这个收养饮料。一个月多少？我们的钱8万、10万哎，正大那么多。真的。租金。真的。对。太夸张。8万、10万要怎么做啊？怎么去啊？现在都不好赚。对。啊，电视节目。对呀、啊。现在是。来打广告啊！啊。是像你这样来吃，给我打广告。啊。我上电视呢。现在的话，那个都是手机里面的电视。啊，我以前是在84年上电视的。啊，真的。对呀、啊。是那个世代的变化。捷运来的。啊。捷运是新盖的吗？啊，最近的，十几，20年，啊，所以你开始的时候没有捷运，哎，开的时候没有捷运，哎，很好了，哇哦，好惊讶，啊，对对对，高铁也没有，没有啊，高铁没有，我在卖，Seven也没有，Seven也没有。现在很多年轻人吃便当啊，那边那个24的。
觉得年轻人不吃这种传统的早餐。年轻人不啊，那个三明治啊，对对对对。台湾年轻人比较爱吃。对，喜欢的。为什么我喜欢吃台湾的早餐？30岁左右才要吃。啊，30岁左右。20岁左右。20岁，对对对，不吃对。我朋友也说，为什么你那个我吃这样传统的？那我喜欢的。啊，你爱吃早点吗？对啊，我喜欢的是那个肉干面，他们的肉干面，但是没有去过那边的。对呀。没有兴趣。嗯。蛋饼我喜欢，自己喜欢，但是没有吃饱的感觉。对呀。对，只有一点点的感觉。对呀，这个比较会饱。然后30块。对呀。没有花生。对呀。天ぷらの材料都是很好吃的，对，谢谢你。这样炸起来会乱乱的吗？